塞尔维亚还有这个意大利队呢，确实是本次世锦赛最强的三支球队。对，第两个副攻的拦网还是能力很强啊。一传半到位，给了拉西奇一个短平快，但是打了长线，界外了。好球，连续给拉西奇，还是非常信任，还是非常信任拉西奇的。这两个副攻相比，那么这个二传更信任拉西奇一些。嗯，是的，这两支球队场上的队员啊，对于决赛这种。